你的舌头怎么这么长，儿吧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的舌头？啊？是不是要吃好吃的呀？这舌头嘴巴张这么大，哎呀，我看是想要吃点好吃的吧？来，给你吃点好吃的吧啊！嗯，来，哎，吃，哎，再吃一个，来，好，再吃一个，哎呀，儿太听话了，哎呀妈呀，儿真听话呀，哎呀，嗯，好，不吃了啊。咱不吃了啊，啊，不然长得太胖了，这狗了。不是你是谁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哎，二百呀！不是，你我不认识你。哎呀，是不是被刚才那狗子给扒了一下脸哈、哦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呀呀，不疼不疼不疼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来按个摩吧。哎呀，来给你按按头吧。哎呀，舒不舒服啊？是不是老舒服了？是不是老舒服了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呀哎呀，舒服吗？不是我的狗，啊，又不是你的狗，咋回事？啊，你谁呀、啊？快走吧，这不是你家。我的狗是这个，啊，我的狗是这个。咬你！啊！害我的大黑狗咬你哦！来，看这厉害！哈哈哈我大黑狗来了！哎，好吃一个！哎，嗯，来放嘴里啊，嗯，这儿啊，给吃吧。我给他吃，你走开吧，你走开，我塞他嘴里，我塞他嘴里，你给大憨憨吃一个，他可能不能抢。好，贝塔吃，好，这是贝塔的，哎，贝塔吃，看贝塔的，这谁的？给贝塔吃啊，这是不是贝塔？一说是贝塔的阿尔法都很瞪个眼，他都吃嘴里了，还能掏出来呀？他都吃肚子里了。都吃肚子里边了，能掏出来咋的呀？阿发产生了怀疑，这明明是个假的，怎么就把零食给吃了？他都吃了，都他吃了，他都吃进去了。